现在呢，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在9:11左右的时候，花莲地区又发生了有感地震哦。那现在预估这个震度是3级以上的地区，就包含了宜兰还有花莲。那如果稍后呢有跟这个地震更多相关的讯息，我们会再为大家随时来插播报道。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刚刚在这个我进来播报之前的这个前一刻，花莲跟宜兰也是发生了有感地震哦，所以提醒。